本视频由老康宝地专属零食疯狂时代瓜子特约播出。过藤老树秃鹫，过道西风瘦驴。老康我人在天涯。Area，你确定是这条道吗？这也不押韵呢。没错，我爸飞船的求救信号就是从那个方向传来的。虽然信号不高不低，但一定就在前面不远。宝弟啊，我看这是个不祥之地，不行，咱就换条道走吧。这是鸡崽儿嘛，他把你吓的。天哪，秃鹫哎，来张自拍。管他秃鹫还是秃老爷的，好缺不当道。宝弟，交给你了。清蒸还是爆炒？啊，是呗。整那些没用的干啥？一边去。信号源的海拔突然升高了。我怎么办啊？绕过去啊？可信号就是从前上方传来的。前上方。直走，直走。哎，你们说这孩子怎么这么轴呢？信号是能快速移动，我们得追上他。把他拉我一把啊！不好，信号越来越微弱了。前边有个山洞，要不你进去看看，没准航母就在里边嘞。航母？飞船，你爸爸的飞船。老哥，你在这干嘛了？导演不给贴图，我寻思倒个斗卖点钱，贴上材质呢。啊，好，你继续啊。求救信号又出现了，奇怪。海拔似乎升更高了，方圆百里都没有比这个更高的山头了。咱别瞎闹腾了，直接奔山顶得了。红红啊，我离成功又近了一步。这趟又被跑了，连根毛都没有啊。只要在现在的高度上升高6.2米，大气压就可以降低100帕，就能清晰地捕捉到信号。那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那为啥非得我在下面啊？宝迪，再往左50公分。哎呀 ，Lisa， 再高5公分。已经不能再高了，第一次叠罗汉，来张自拍。宝迪向后，再向左，向前。向右后方，我说你们快点啊，再不下来我就挂了。 Lisa 再高一点，宝迪别动。你下来一个不动试试。再有5秒钟，信号怎么又从下面传来了？你妈，梯子反了，还得挖坑呗。哎呦，完了，那鸟又来了。去啊，是呗。这么剩脸呢，非让我爆藏你是吧？趁我不能动偷袭我是吧？还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我们可以做一个科达哈斯卫星扩散仪，不过没有材料。这不就是个草勺吗？这方圆百里无人烟，我上哪里找草勺去？老哥哥，你那是个什么宝贝啊？挖半天就挖出个草勺，怪碍事的。我正寻思着哈，把它折下山头去呢。啊，别别别，老哥，我帮你处理吧哈。你要啊？那你给我点钱吧。这破东西你还要钱？不是我买，那个艾瑞给他钱。多少钱？20。可以微信支付吗？可以呀。还是支付宝吧，没有手续费。也可以。要不还是刷卡吧？太可以了。先给他，回头我再抢过来。有接收器就是好，现在信号可强了。听说黄鼠狼不好吃，有点骚。骚不骚我都不吃，我就烤着玩。哎，信号怎么又去那边了？还得追你呗。哎呦，我早已被酒色掏空了身体。这谱摆的，谁掏你呀？哼，
真没用。人家可是女孩子。拉倒吧，都出来逃难了还摆什么谱啊。加油老康，再坚持一下。哎呦哎哎哎停停停。这哪儿这么圣脸呢？就看不惯别人比你帅是不是？滚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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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边去！滚滚滚滚滚滚！呀，伯爵，伯爵，伯爵啊！上帝的心跳我放不下忘不掉，曾经沧海入了瓢，用情爱用力爱情到深处露马脚，难得哭难得笑难得此间任逍遥。别怕别怕别让生命带着烦恼，我把妆揉碎送你一丝微笑，看透世事的人总要学会自嘲，哪管你天天梦想还是正当年少，来吧来吧来吧跟我一起舞蹈，在这疯狂时代冲出一些浪潮，爱和恨都能融在一起燃烧，说的就是你往哪儿跑。下去。